跟着呼的火龙果啦，这是什么物件？火龙果哪会差到跟着呼？哦，其实口感就是冰沙，你知道？哦，我看下这种沙啊，你看，足呼的。哦，赞。
淇淋啊，哈哈，可以吃了。够冰啊！哦，火龙果炒冰，这个冰淇淋吃起来足清爽的，袂歹袂歹。哦，几块饼干，这个总算呢，不是吃仿真炒冰啊，真正的火龙果冰淇淋。我今日影片到这，希望你喜欢，拜拜。